你赶紧去白水宫盯住那些武林人士。大人，一直以来有一个叫方宝玉的人纠缠我，一直都甩不掉。此人虽然年轻，但是武功极高，我不想暴露我的身份，请大人派一个人把他解决掉。此事我知道该怎么处理，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。多谢大人关心，去吧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中式强档万花喜剑录。